小雨伞总算买了，我总算买了小雨伞，耶、yeah! ！所以说，小雨伞新的脚架，那我们把手机带上去。那如果说我们要把小雨伞弄在最好的高度，那是不是就在这个轴上？哎，好像，好像是变成这样子。啊，如果说我们在一个侧转，侧转，侧转是这样，然后呢，小雨伞的高度也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就进行把它完成。我刚才已经抓了一根了，所以说这一根的位置好了，你别啊靠掉！没关系，我等一下再处理，问题都不大。这问题来了，你要架多高才能够固定？所以到这里而已，是这个最好的高度。那是不是说，现实中要这么高，现实中是要这么高。然后呢，这么高的话，是不是镜头要转过来？然后呢，又要再绑一节，所以说小雨伞的功能，然后收伞就变成这样子。然后呢，not good。说是这样子的，那么就是说到现在，所以说束带变成说是一个选配。如果是这样在度，那应该就是这样子。然后呢，
Yes. So, give me a U-turn. U-turn. So, this is a problem. This is a problem. Yes. This way. So, what shall I do? What shall I do? Sorry. So, we can juice it, juice it, juice it, not your English, juice it. Mentors, 所以说我们处理的方法就是亚历山大看到一堆问题，我们就用刀刀把它解决掉。把他脖子割了，good. So, 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个小雨伞只适合横向的功能啊。OK, good, 好，关机。所以说这条束带留在这里，下一次我们就可以用小雨伞的时候，我们武力。是要割掉，所以说或许有更好的固定方式。束带是失败的，而且，所以说束带确认失败，还是用胶带简易的固定。就这样一个，然后呢，要关直的，对啊，可以把实验胶带拿来测试一下。好，就是事不宜迟，把实验胶带。
Yes，可以，好呢，我现在呢，所以说横向没问题，横向基本上没问题。然后呢，再来一个纵向。纵向在永丰是比较需要，高度要在这个样子。那么。是，用低一点，再低一点点，低一点点，低一点点，低一点点。所以说，纵向的，那会不会是要这样子啊？这样子又，所以说。那是不是要这样子？这样子镜头才不会挡到。高一点，那边就是说，就是要在手机边边。贴上去，来，帮你开，我帮你开。不要傻傻看着他嘛，看着他就点点纸而已啊。哦，人在这里啊，啊，那个是有人在那边喝醉酒，他倒的满地都是水，他是真变态。好，拜拜，需要再过来。丑丑的，来，我来看看，效果还不错。所以说，小阳伞和手机架的整合束带是人人大 menace。
然后呢，最爱的还是 3M 的透气胶带。目前 ，so far so good， 耶、yeah. ，好，然后呢，我们把任务解除。对，小雨伞和实验贴布列入摄影器材。然后这个就摆着吧。假设来的用得上。啦啦啦啦。啦啦啦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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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这没有糖的。好，完成。